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 Linux 操作系统基础的第18讲。那么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文件管理里面的查找文件的命令。那么查找文件呢，我们常用的呢是 find 和 locate。那么在上一讲里面呢，我们对 find 和 locate 呢都进行了一个介绍。我们知道 find 呢是查找文件和目录的，对吧？而且呢，它查找之后呢，还可以对查找的结果进行一些操作。那么查找的前提，我们给大家说了，必须要对目录有读的权限，而且它可以按不同的文件属性来进行查找啊。而 locate 呢，也是查找，它的查找呢比 find 呢更快，因为它的这个查找呢是直接通过数据库里面文件和目录的一个索引 inode 来进行查找。对吧？也就是说 Linux 系统里面它对我们保存的文件和目录的索引是保存到一个数据库，它会维护一个数据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来找啊啊。好，这是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啊。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来给大家介绍在文件管理里面的过滤与统计啊。那么过滤与统计呢，我们常用的呢有两个命令，一个是 grep， 一个是 wc 啊。 grep 是用于过滤的， wc 是用于统计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 grep 这个命令呢，它是在结果中去查找包含某些字符串的结果，对文件或者是输出结果都可以进行这个查找过滤啊，查出。而且它这个过滤过程中，它是对于大小写来说它是敏感的啊，敏感的。它的语法呢是 grep 加上选项，然后给出你要查找的字符串和你要在哪个文件中找或者在哪个结果中找。杠 i 是忽略大小写啊，就是如果你不希望它大小写敏感。然后反向匹配就是查出不包含这个字符串的，就叫反向匹配。杠 v 是反向匹配，包含某个字符串的，对吧？不包含这个字符串的，是反向查找。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命令的一个使用。我们还是到无帮图，我们登录到无帮图里面去。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用几个敲几个命令来边讲解啊，边给大家介绍，我们边来说啊。好，我们还是用命令方式进入。然后在命令行用 wjwj 用户登录。好，登录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想要找出，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也用过，在这个 etc password 这个文件里面是有我们的很多用户信息的，对吧？如果我想在这个文件里面去找，比如说找到我的 root 这个用户，对吧？它的相关的匹配信息，对吧？由于看就显示出来了吧， root 用户，对吧？它所属的主密码啊， ID 用户 ID 和主 ID， 对吧？然后用户主目录，对吧？啊，这是 root 用户的注册信息。如果我想要查找我们自己这个用户呢，我这个用户呢，我是不是就可以是 wj 在 etc 它里面的信息，对吧？你 wj匹配的 WJ 有两个 WJ 和 WJE 两个用户吧，对吧？啊，好，那这就是过滤，对吧？在这个文件中过滤出我想要的信息。那如果我们在对某一个结果再进行过滤，比如说我当前有这些文件和目录，对吧 ？LA 就会还会显示出隐藏文件啊。然后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建立时间都是 September， 对吧？September， 那如果我们要找出啊这个 September， 它有19号、18号，对吧？建立的。那如果我们找18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ls-la 包括我们的隐藏文件，对吧？我可以看一下我所有的隐藏文件，隐藏文件也有，对吧？访问时间，我们以访问时间。好，那么我们就以 ls-la 这个结果，我可以还我们说了 grep 还可以对结果进行过滤，将这个结果通过管道符交给 grep 进行过滤，忽略大小写，对吧？我们忽略，因为你看我们这个
SEPS 是大写的，对不对？你看到这个 SEPS 大写的，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忽略大小写。我们来看一下这儿，我刚挨忽略大小写，然后呢匹配 SEP 18的，对吧？我们就找出当前目录下的最后修改时间为9月18的这些文件和目录，对吧？你看就找出来了，全是9月18的，对吧？而且它会高亮显示你查找的这个关键字，对吧？ A 的还包括隐藏文件，还有隐藏文件，你看到了吗？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我们现在有 wj1.txt 和 wj.txt， 对吧？我们看一下 wj.txt 它里面的内容没有，然后 wj1 里面的 txt 的内容有，对吧？是这个。好，那如果我们把我拷贝一下 wj1.txt 文件给 wj.txt， 对吧？他没有写权限，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他说你权限不对，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文件有没有写权，没有写。哦，拥有者对 wj 有写这个权限。啊，那如果我想要把这个内容给它拷贝过去，将这个文件内容拷贝过去，他说不能创建文件 wj.txt， 他现在的用户和用户组都是什么？都是 wj1 了，看到了吗？对吧？所以我们最好把它改过来啊。所以他说没有权限啊，我们才看到他的用户组是 wj1 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他的用户是 wj 了啊。那我们现在试一下啊 ，cp wj1.txt。OK， 现在 wj.txt 的文件内容是不是跟 wj1 的一样了？ 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可以用 lswj新.txt， 就是说以 wj 开头，对吧？然后新以点 .txt 结尾的这个文件，我们把这个查找当前目录下以 wj 开头的以点 .txt 作为后缀的文件交给谁？交给 group 过滤，但是现在有两个文件，对吧？我要将每个文件都交给它过滤，我就可以用 xargs 参数作为参数交给 group， 然后 group 呢去过滤出什么呢？过滤出包含我们的什么 profile 啊，包含 profile 的这个内容的，对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过滤的时候包含这个的，对吧？你看就有两条吧，对吧？我们不能加新啊，我们这个是过滤啊，要给出条件啊，点儿刚才写错了，点儿 profile 是 wj 里面有一条， wj 里面也有一条，对吧？这两个文件里面分别有一条。那这个 xargs 它起什么作用呢？这个的作用就是将前面这个命令的结果，这个前面这个命令结果可能有多个，而这个作用就是将它的每一个结果都交给这个 group 命令进行一个过滤，对吧？出现了点 profile 的这一行，对吧？这就是 group 的一个使用啊。那么我们清一下屏，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WC 的应用。WC 是做统计啊，
它是做统计。统计我们的文件或者输出结果，它的语法是 WC， 你可以跟上选项，然后给出你要统计的文件或者输出结果。那么杠 L 呢是统计行 line， 杠 W word 统计单词，杠 C 是统计字符啊，它有三种不同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假设我想要统计一下我当前这个 Linux 系统中啊以 WJ 登录的用户个数啊，以 WJ 登录用户个数，我们来怎么做？那我可以用什么？我就可以用，首先我们要知道当前系统中的用户，这个命令呢，我们可以用 who， 我们后面也会讲，将 who 这个命令的结果交给 group， 然后呢 WJ， 然后呢这个结果再进行一个统计，杠 L， 他说有什么？有两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户是我们当前系统中的用户有很多，然后呢户所有的用户结果呢交给他过滤，以 WJ 包含 WJ 的这些用户有两个，有两个用户，然后这两个用户就交给 WC 杠 R 进行统计，这个结果只有两个结果，那么按这个统计的话，那么它就有两行两个结果，对吧？那如果我想要统计一下当前系统中所有注册的用户个数呢，那么什么里面有用户信息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过，是不是那个配置文件 etc password 里面？那我要统计它，是不是就是统计它杠 L 按行统计 etc password， 我就知道有多少个用户，36个吧，对吧？啊，那如果我想要统计用户名里面有 li 的怎么办？是不是就是 group etc，将这个的将过滤的这个结果啊 group 以这个开头的，对吧？啊，然后呢将这个结果交给 WC 杠 L 做统计，有八个以 LI， 对吧？有在我的配置文件里面过滤出包含 LI关键的行，然后呢统计它一共有多少行，有八行，那就是八个用户吧，对不对啊？那 WC 杠 W 呢单词个数，对吧？统计多少单词啊，统计多少字符。那如果说我想要统计一下杠 WJ.txt 有多少个单词，他说有30个单词，对吧？wc.c.txt 有1563个字符，对吧？统计字符啊，但是我们知道 wj 的 txt 内容是很多的，对吧？啊，它会怎么来区分这个单词呢？啊，这样按照这样的一个文件内容，它会以每行来区分这个单词啊，它会以每行来区分。那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用这个命令啊，这个命令是当前的日历啊，然后呢我把它送到，把它怎么样，我把它作为输出到 wj.txt，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啊内容，你看它是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统计一下它的单词，它说有39个，哪儿有39个？是不是1到30是30个？你看它就是以空格作为单词的分隔，30个，然后前面还有月份年份两个，然后还有星期有6个，对不对？是不是刚好39个，对吧？你看这是不是39个，这儿1到30 30个嘛，32 34 36 37 38 39吧，对不对啊？那如果你要统计它的字符数呢，杠 C188个，那它是怎么算的？这个字符数它还包含，是不是还包含了空格呀？它肯定包含了这个空格的，空格也算是一个字符啊，对不对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儿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一行是13，对吧？那1 2 3 39
一二三四五五行，五行这就五行，一行是十三，这就有多少？六十五，对吧？六十五十三啊，然后这儿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吧？啊，而且它这个还有可能是两个空格哎，对不对？啊，好了，我们。这个统计啊，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啊，这是我们的统计命令啊，统计命令。好，那么本讲的主要内容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讲再见。